八八。走吧，里面走。好多人在拍照。我感觉我来到了一个异次元世界。跳完之后给你惊喜，跳还是不跳？
它就是一个投影的纸条，它就在桌子上，就是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坐在这个沙发上，这边可以，还有在家里，对呀，这个水真的很清。一开始以为它像就是一个这个走廊的地，这个水在哪？好听啊！啊，下次。这里布灵布灵的，金碧辉煌，给它上。觉得杭州这边有好多特别有品味有感觉的店，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小资生活的感觉，然后又不错的，嘿嘿，进来进来。还有什么天台在哪里？有一种跳水运动员的感觉。它这边这里就是很惬意，然后就是空气有一种很清甜的感觉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成旅游卫视了？今天玩了一天太累了，我说话都这么温柔，不是真正的我。今天我们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一天就结束了，而且还走了那么多地方，看了逛了那么多店，然后来这里吃了喝了玩了乐乐，还送了一个饮料。我觉得杭州是个特别温柔的城市，特别的开心。我们准备回去打两把王者荣耀就睡觉，今天开心的一天，嗨。